了解是初段军永远发现大量世界爆炸热浸中的甘蔗杉树。当地民众表示，去年开始时发现过甘蔗杉树，叫做民众的武汉附近。结果就鸟儿叫儿摸毒和病毒机杀本条死。然后生态局公过度重视，利用暗部条想办法将其清除。连行政院政府办公室也讲，认同啊全面防范。防止甘蔗杉树扩大危害。门顶下塌呢，都四处晃荡。有种外来种甘蔗杉树，因为无天梯，所以敢太淡其面目思维。去年南投初段天气就是出现过。因为一般民众对甘蔗杉树无么了解，通常弄下木卡修改鸟叫出事情了后，将抵到其危害个严重性。然后我后来才知道，他是去抓到那个蟾蜍，它的毒液，它在吃完的时候，它有舔。他舔他的爪子的时候，他中毒了。当我发现是蟾蜍的时候，上网找资讯，我的狗已经在开始在流口水，就送医院去，大概半个小时，已经来不及急救了。就觉得很危险啊！如果说，假使讲生意来搞多嘞。目前初段天气发现甘蔗杉树，唔但像叶片下起思维，甚至连体将破起弄死的看到。生态职工自发性退休移除，行政院中埔办公室执行长蔡培辉表示，这是一个严肃的课题，要认真面对。不管是放生还是弃养还是怎么样来的，我就觉得说，外来种的东西就是不应该出现在台湾的土地，就不应该让它出现。我们就是尽量把它移除。是我也会来责成林务局，要比较系统性的来跟一些民间业者啦，或者是一些比较了解这种两栖动物属性的团体来合作。我觉得我们要全面性的来清除海蟾蜍。生态志工表示，除了木卡修改鸟叫，接触到甘蔗杉树的冲突，因为无天梯，甘蔗杉树族群的抗体也会危害原生种昆虫同动物。可比以树的速度无加急，可能会造成生态破坏。客家新闻李鹏奇南投报道。